大家好嘛，呢就系 Oliver Young 购物分享，自费购物与任何品牌无关。佢最近就送咗呢个环保袋，比较长嘅设计，八卷$17有三个，呢、这个肩好用。以前嗰啲咧咪成个括号咁夹硬吸落去嘅，佢唔同，佢呢个系个夹嚟，同埋佢真系夹得好实，唔甩啦。好靓，好卷，眼唇卸妆湿纸巾，这个呢个是佢摆在收银前俾你哋架球，试下佢先。诶，好细块喎，一面是有啲凹凸纹，一面是平的，啱晒头先嘅战绩。试下佢有冇料到，卸翻佢同一间铺头买嘅嘢，拆佢招牌，第一样嘢就。有两格射唔甩喎，抹多快，唇膏就射甩咗啦，大部分。帮佢上诉一下，我用咗第二支卸妆都系射唔甩，怀疑试嗰支系染唇液嚟啊！佢卸眼妆系几干净，一只眼用一块面就抹得晒，当系杂货铺咁行，好靓，又猪猪又蛋糕。千百汪$10 ，Ruby 试购买咗两个，一个是面膜版，一个是打蛤版。佢讲咗啲咩要打蛤呢？呢个$15，$84到。呢个$4000，$23到。润唇膏特价 set， 我见个个都买，买翻嚟试下。唇部状态都几差，接出嚟系咁，唔难推开，比较润，安抚到死皮，适合妆前急救，唔怕油腻嘅朋友可以用。我无限回购嘅粉底，暂时未揾到比佢更好嘅，呢只系23色，比较自然，因为我都唔系特别白嗰啲人嚟，而家已经喺呢个粉底嘅妆头，其实。瑕疵肌嚟讲，佢遮得几好噶啦。同埋行完街翻嚟咧，佢出油都靓，好鬼衰。点解中意佢呢？本身系死喺佢个气垫度嘅，但系用得个气垫，硬系觉得有啲好似唔系太卫生。发现到咧呢、这个粉底咧，同嗰个气垫出嚟嘅妆效其实一样，所以就转咗用佢粉底啦。平时周围飞啦，所以我就会用无印嗰个30ml 嘅樽仔入住佢。啱啱好佢又系30ml， 咁就唔怕抌爆佢啦。咁咪都几重，个盖懒又型咁又好大咁样，磁吸系好型，胶樽好似安全啲。俾大家睇下佢嘅遮瑕力度。头先我哋正如嘅战绩，你俾心机遮一两层咧，除咗啲好明显嘅红印咧，佢都帮你遮唔少噶啦。唇膏同一个牌子买了两支，分别是4号和10色，22000，$124到。10无花果色，帮你自然提升好气色，然后吹到自己素颜都 OK 那种。4号珊瑚色，比较进取，啱晒有上镜需求的使用。痘痘贴呢只真系超级好用，唔系我嘅最爱，系五仔嘅最爱。佢有两个 size 啊，一个系10mm， 一个系12mm， 索到好多嘢出嚟。黑头贴3900，$22有16块，好抵啊！我记得香港买10几蚊先得10块，佢呢度多几蚊，多6块。保湿精华优惠套装25200，大概$142港纸到，就得到一支50毫升嘅精华，同埋50毫升嘅 refill， 即系$100有两支。呢只啱对护肤冇咩特别需求，净系要纯粹嘅保湿嘅朋友，啱晒送俾唔爆擦都唔搽嘢嘅嗰位朋友。身体护理方面。今次买了发膜，佢一 set 两支，仲送了个装饰物，
29,800 won，大概港纸168蚊，一支320ml。呢支咧网上对佢嘅评价都几两极嘅。我嘅使用感受咧就系佢折真系难折，你睇个樽俾我折到扭曲晒，推咧都真系难推开。虽然佢有少少难折啦，但我觉得比嗰啲一啱啱嗰啲卫生啲。如果有留长指甲嘅女仔，应该会中意折出嚟啲。我上年喺度留咗一个月都系用佢，我用佢嘅心态系当护发素，所以还好，梳头顺咗已经好满意噶啦。味道方面我系几中意佢只味，似系去咗嗰啲桂十郎洗完头嗰种感觉。不过咧佢坚重，大家考虑下托唔托翻香港啦。Skin U 嘅沐浴露，买佢嘅原因喺度都要用沐浴露啦。同埋最新啊，好鬼衰啊！佢个 set 入面咧送卡仔啊，导人草卡都有嘅。以防有观众冇留意 K-pop 嘅市场啦，喺街道你会听到播首歌叫入面嘅太极成员。一 set 有三样嘢啦，有卡仔，有一支细嘅旅行装150克，同埋大支装500克。呢只沐浴露有三只味，分别是花香、橙味同埋麝香。今次系买咗有卡嗰个，所以系麝香。呢、这个味系喺街道行过，可能有外国人嗰种身上飘出嚟嘅味道，就似嗰只味啦。气味呢啲嘢好个人嘅，我谂你哋去闻下先。橙味应该容易啲接受嘅，但我为咗张卡。佢擠出嚟咧係偏結身嘅，抱我就覺得還好，始終比唔上有一啲個樽已經係貨，你擠出嚟係泡沫嗰啲冇得比。咁佢沖走嗰陣時咧都容易沖得乾淨嘅。價錢方面14,900 won，大概84蚊港紙。有冇人中意曬皮味？如果有嘅話，真真認住呢個熊仔，佢係一個衣物噴霧。橙色呢支咧就系阳光味啦，尤其是撞正雨季，用佢嚟喷一喷啲衫，就可以得到呢个奢侈嘅阳光味，系提升家居幸福嘅小物。好平嘅就系3,700 won，150毫升，大概21蚊港纸度。佢仲有其他味嘅，留翻俾你哋去探索一下。难得嚟到韩国，去到又唔知道买咩好，其实可以 download 佢哋个 app。个 app 入面已经将佢哋嘅产品细分咗唔同嘅类别，就可以睇到佢哋嗰个销量排行榜，知道边啲系热门产品。大家可以喺旅行期间利用搭车啊、等车嗰啲碎片时间，拣定自己有兴趣嘅产品 ，cap 低佢。到时去问店员摆喺边度又好，去到铺头慢慢试，就可以悭翻唔少时间啦。碌落啲都有产品描述。睇唔明英文、韩文可以 cap 低，慢慢 Google 翻译一下。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希望帮到你哋啦，拜拜，我哋下次见。